财运好，可能会因为之前自己资助过他人，现在收到回报，因自己的观点与他人不同而影响到同事关系，可能对自己的工作带来压力。月亮与火星的紧密合相会带来一些情绪问题，火气会比较大，而且会因为安全感而发脾气，但也可能会积极地为他人争取公平，争取正义。同时月火对分天王星会带来关系的紧张，需要给彼此喘息的空间，留出个人空间，站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，想得远一些，更有助于追求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。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